全新2019 Honda Jazz 构享图曝光，或搭载 1.0L 的 VDEC 涡轮增压引擎。全新2019 Honda Jazz 构享图曝光，或搭载 10L 的 VDEC 涡轮增压引擎。现今的日系主流车款大多数都是五年左右就进行大换款，而日本最省油车款之一，在全球销量都不错的现行款 Honda Jazz 自2014年推出至今也已经有四年光景，虽然去年才推出小改款车型，但相信离换代应该也不远了。有日本媒体就发表了新一代 Jazz 的构想图，你觉得新一代车型长这样的话 OK 吗？从日媒绘制出的构想图可以看到，新一代的 Honda Jazz 在车头造型部分采用了与 Civic FC 还有时代 Accord 一样的 Solid Wing Phase 家族式设计，包括了招牌的镀铬式水箱护罩，其中镀铬式条牌一路延伸至全 LED 的矩阵式头灯座内，搭配造型立体的前保险杠设计，整体设计看起来可说是相当锐利。至于车侧部分，新一代Jazz 采用了黑色的 A 柱设计，加上后轮拱部分扬起的硬线条设计，以及由前翼子板开始并一路延伸至尾灯处的腰线，令车侧显得颇为动感，也比现行款的 Jazz 还要更为运动化。全新的四代 Jazz 预计将会基于改进后的现行款Jazz 底盘打造，而动力配置方面，相信原厂会继续为这款全球战略小车搭载小排量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，当然混动版的 Sport Hybrid iDCD 动力组合自然也不会缺席。不过令小编更感兴趣的是，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， Honda 很有可能也将会在特定市场为新一代的 Jazz 搭载 10L 的 VDEC 涡轮增压引擎，最大马力为129 PS， 峰值扭力达到200 Nm。 消息属实的话，就不知道我国市场会不会导入这具引擎呢。新一代的Honda Jazz 预计将在2019年底或2020年初上市，你会期望搭载小排量涡轮引擎的 Honda Jazz 吗？